感谢大家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
我相信真有咱的关怀，阿爸感谢，咱山道的外孙来做咱台湾人的事，感谢祝福咱的教授的朋友，大家平安喜乐，大家欢乐。我相信能够用这时段，咱是伫做伙为着咱最好朋友，为着咱的啊，做官长、副市长，咱来到未来，咱来到未来拜拜，咱来祈求未来。